入我们的直播间。那么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这个白溪乡，帮助我们的农户。那是我们高山上来的那个水，拿来回家。哎，王老板你好。你要的货我全部给你装车吧，你看一下。啊，这是笋干啊，然后粉丝，大概半个小时，我这里马上出发。基本上每天都会排一个地站去检修，像这种大山我们一天都会排一个，里程数啊那肯定是要超过5公里。今天来的这个叫涉县湿石工厂基站，这5G 的话是2022年投入使用的。身为一个移动人，我们也是想让一些偏远山区信号通畅，能够享受到移动通信带来的便利。检测完毕，基站正常。收到。5G 网速测试优良。前往徽州山中登陆口这路线。这里信号很好啊，大家来玩啊。外线